本视频将为您介绍如何使用如影 S 及其 APP 实现更多创意功能，这在使用云台辅助拍摄自定义镜头时非常实用。选择拍摄，可以使用虚拟遥感并调节遥感的参数，还可以通过快门按键来触发拍摄。选择具象摄影，则可根据相机及镜头类型设置相应传感机类型及焦距。重叠是指将单张照片通过重叠拼接的方式创建全景照片，重叠率越高则全景图像越精确，而需要的单张照片数量更多，系统默认值为 30% 标准重叠率。延时是指云台在触发快门到开始响应之间时间间隔，在拍摄夜景及低光全景照片时非常实用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点击快门键，如影 S 会开始拍摄具象摄影。选择定点延时，你可调节拍摄间隔、素材时长、帧率等参数，这些参数决定了照片数量及延时摄影所需的时间。如以下 APP 显示，定点延时摄影时可使用手柄上的遥感、 APP 中的虚拟遥感调节云台位置，或切换到手动调节，用手调节云台方向。调节好后点击快门按键，如影 S 则开始进行定点延时摄影。选择轨迹延时，则可像定点延时一样调节参数，但新增了两个功能。由于在轨迹延时拍摄中需要移动云台位置，你可使用网格新增及设置五个移动点，在网格中点击选择移动点，然后手动调节相机方向到理想的位置，点击删除标志，则可删除选中的移动点。重新点击可以消除选择，选择加号可以增加新的移动点。轨迹拍摄类似于轨迹延时，但可以给云台设置多达10个移动点的实时视频拍摄，每一个移动点都可调节分段时长及停留时长。分段时长以秒为单位，表示云台从上一个点移动到选中点所需的时间。停留时长以秒为单位，表示云台在选中点停留的时间。以上就是如何使用如影 S 及 APP 拍摄创意镜头的介绍。感谢观看。